Thank you.
2021越南、泰国、俄罗斯远距华语课程线上实验室正式开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实验室司仪新宇。在实验室开始之前，我们有几个贴心的小提醒。好，第一，来宾您可以将您的摄像头、镜头打开，关闭麦克风。那在实验室活动开始之后，我们会荧幕录影并且截图。若您不希望被录影的话，可以先将镜头摄像头关闭，等到大合照的时候再打开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实验室的流程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所有参与实验室的与会来宾、教授、老师以及学生们。签到，好，请大家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如果您是来宾的老师、教授的，请您扫描1号的 QR code。如果您是越南的学生、泰国的学生、俄罗斯的学生，请您扫描第二个 QR code。那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把签到的链接传到聊天室 Chat Box 里面，你们也可以透过 Chat Box 直接点入链接进入这个地方。好，那给大家一点时间，让大家进入签到的地方。如果您的画面，好，我们等一下电脑。好，我的平板现在有一点点问题，那没有关系。那如果您已经进入签到的地方的话，请在聊天室帮我打一，在 chat box 帮我打一个一。好，大家进来了吗？好，看起来大家应该都还可以。好，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进入签到表之后，您可以选择您现在在的国家的位置，或者您喜欢的地方，签上您的名字，越南语、中文、泰文、英文都可以，请大家签上您的名字。好，那我们也请现场的来宾帮我们签名。好，已经在签到表上面看到很多的来宾正在签名了。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可能签名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是线上跟纸本的不太一样。好，还在签，没关系。您可以签中文、英文、越南语、泰文、俄罗斯语都可以。好，请帮我们在签到表的地方签名。
好，我们现场的来宾也正在签名。那如果还没有签完名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的签到表会持续开着，接下来就进行到我们的实验室。欢迎各位莅临2021越南、泰国、俄罗斯远距华语课程线上实验室。此次莅临实验室的现场来宾有我们台东大学的赖亮俊副校长。好，请来宾可以跟镜头打个招呼，向海外的来宾打挥个手。好，以及人文学院李玉芬院长。图书资讯馆谢明泽馆长，资讯工程学系张耀宗主任，好，以及线上的华语系董树明主任、许秀霞主任，还有在现场的刘静怡教授。以及此次主办三国线上教学计划的华语中心副技工主任，以及苏兆明副主任。海外线上的贵宾及教授们也请向我们挥挥手。此次海外线上的贵宾有越南土隆木大学裴德英国际长，以及中文系的教授，裴德英国际长以及廖鲁威教授、苏华平教授、冯阮自聪教授、范杨日明教授、阮世玉印教授，还有段文好教授。好，可以跟我们挥个手。好，以及泰国皇太后汉学院陈昌旭院长。好，院长可以跟我们挥手。以及泰国皇太后大学的老师，的教授，汉学院院长王巧梅教授，中国研究专业李学先负责人，商务汉语专业宋雪峰负责人，汉语师范专业殷玉田负责人，汉语言文化专业袁芳教授，汉语言文化专业黄俊奇教授。好，以及还有俄罗斯莫斯科的巴兰尼科夫副校长。好，副校长可以跟我们挥个手。好，还有米朗耶娃国际处处长，以及中文系韩冰主任。还有中文系耿华教授等等。热烈欢迎各校长官以及教授参加我们的实验室，感谢副校长、各校来宾、长官及教授的莅临。我们现在请国立台东大学赖亮俊副校长为我们致辞。好，那李院长哈，副主任，还有张主任、谢馆长哈，还有在场的同学跟台东大学的师长们哈，以及我们海外三个姐妹校的教授、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代表校长哈来参加110年。这个华语远距教学三校联合的实验室，那过去呢这几年，在华语中心以及华语系的各位师长的努力底下呢，我们分别跟越南、泰国还有俄罗斯的三所大学建立了这个线上华语教学的这个课程。那今天呢是三校联合线上华语课程的一个实验室哈，意义格外重大。在华语的这个教学当中，那除了课程、教学还有研究的交流之外呢，同时也因为华语的关系，
教学的关系啦哈，会促进我们各种不同异文化的一个更深刻的了解。那这个是在教学华语教学以外呢，也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哈。同时呢，我也希望哈，在这样子的一个教学底下呢，我们可以有更深的发展跟交流。当然，我们也更希望这四所大学，包含台东大学、越南的土龙木大学，还有这个泰国的黄太后大学，还有俄罗斯的莫斯科市立大学，三所学校在未来，在不论是教学研究或者老师彼此之间的交流以及交换上面，学生的交换上面呢，都有更大规模、更好的发展。那我们非常欢迎三所大学海外姐妹校大学的师长以及同学，来到台东大学来交换或者参访，那台东大学一定会以最热诚的心情接待各位，那同时也提供更好的一个交流的环境哈。那这个线上华语课程的教学哈，那在非常的直接的目标就是提供我们姐妹校的相关系所学生一个华语的学习机会，同时呢让台东大学的职前教师也有教学实习的机会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种模式哈。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哈，再次感谢我们三所姐妹校的师长教授以及同学们参加今天的实验室，也要感谢再次感谢华语中心副主任还有苏副主任哈，以及我们华语系的师长哈，为这个华语线上教学还有华语教学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那期待我们这一次的今年110年的这个远距的华语教学哈，能够顺利成功，并且呢对四所学校都有重大的一个贡献。那也希望我们另外海外三所姐妹校的同学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收获满满。好，谢谢各位。感谢赖副校长的支持。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台东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中心副技工主任上台致辞。敬爱的台东大学赖亮君副校长，人文学院李玉芬院长，我们学校的图书资讯馆谢明哲馆长，我们的资工系主任张耀忠主任，刘静怡教授，还有我们的苏兆明副主任，那在场的我们台东大学的我们的华语老师们，还有在线上的我们华语系的系主任董素明，还有许秀霞老师那在这里我也要一一称呼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以来非常密切合作的第一个是海外的越南土龙木大学裴德英国际长，还有中文系的教授及老师们，那还有呢就是泰国皇太后大学的我们的陈昌旭院长给了我们不少协助那还有泰国皇太后大学的教授及老师们，及俄罗斯莫斯科市立大学的巴兰尼科夫副校长，还有国际处的米娅耶娃处长，中文系的巴什克亚维恰斯韩冰主任，希望我的发音不要离得太远还有我们耿华教授协助我们非常多的耿教授，及莫斯科私立大学的所有中文系学生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台东大学华语中心的负责人副技工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们在2017年开始了跟越南土龙木大学建立了姐妹学校的合作关系在2018年开始了。就是跟土龙木大学的华语文，也就是中文教学相关的学术交流那目前有三位土龙木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
在本系就读硕士班课程啊。那在2018年在特殊的机缘下我们呢跟泰国皇太后大学签署了合作协定，那我们也在去年开始了跟泰国皇太后大学的华语文教学交流这个及合作。那接下来呢是在2019年本校跟俄罗斯莫斯科市立大学签署了学校的合作协定以外呢，本校曾耀明校长借着赴俄罗斯领取本校图书馆的全球卓越建设奖这个之便也访问了莫斯科市立大学，亲自签署了两校的合作协定那我们也很开心，去年莫斯科市立大学有两位中文系的学生来到华语系交换了一年那很高兴今年我们开始了就是第三年就是也是第一年跟俄罗斯的这个线上教学课程那这个计划感谢所有促成这个计划的四所学校的老师长官们还有这个协助的同学们我们十分开心有这样的合作机会那在这一次跟海外三校的线上合作课程里面，我们开设的班别有不少。越南土隆木大学合计开设了有17班78位中文系学生参加泰国皇太后大学有15班也是78位学生参加那俄罗斯莫斯科市立大学有8班多达97位同学参与，那台东大学则有32位这个华语老师投入那台东大学的华语老师都是硕士生还有大四的应届毕业生，都是华语文教学专业学有专长期待透过这样子的课程合作跟交流，对四校的学生的中文学习跟中文教学专业都可以进一步的精进跟学习成长在此要感谢各校师长对此次线上课程开设的协助有任何的问题请随时跟我们联系，那也期许各校的同学我们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好好的交流跟努力学习有机会欢迎海外的师长老师们到台东大学来做实质交流那也请海外合作学校有任何的交流建议跟想法请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十分的欢迎进一步的学术交流合作的规划那最后呢要感谢本校所有的长官师长的协助，我们所有同学的投入，还有海外我们越南土隆木大学的师长跟泰国皇太后大学汉学院的所有的院长跟老师们，及俄罗斯市立莫斯科市立大学的副校长，还有我们的国际长，还有我们的中文系系主任及耿华教授及所有同学的协助，我们预祝这一次线上课程顺利成功，十分感谢，谢谢。感谢副主任为我们致辞，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此次课程的三所大学以及国立台东大学。首先是越南国立土隆木大学。土隆木大学的前身是平阳教育学院，是平阳唯一一所师范教育学院培训为主的国立大学。那么它是一所崭新充满活力的学校，期望能够成为平阳当地提供国际服务以及科学研究中心。那么目前国立土隆木大学设有四个学院，自然、社会、教育及经济学院，那整个学校将近17到20几个系所。那土隆木大学的外语系主要以研究英文、中文以及韩语为主，那中文专业是在2017年的时候创立，但平阳省当地有非常多的中国以及台湾企业需要中越双语人才，所以这几年也积极的培育非常多的中越双语人才，努力向海外多所学校建立关系，比如台湾、美国、韩国等地。土隆木大学的教授总共有12位，那学生人数也是以逐年翻倍的成长，从一个年级一个班到现在已经成长到一个年级九个班。接下来是泰国皇太后大学。
皇太后大学位于泰国清莱，在这二十几年不断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泰国公认增长最快的高等教育机构。那么汉学院主要是培育学生对中华文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国际关系有一定的理解。汉学院目前有四个专业：商务汉语、汉语语言文化、中国研究、汉语师范专业。那汉学院的教授呢，总共有42位，那学生人数大约2000多位。接下来是俄罗斯莫斯科市立大学。莫斯科市立大学成立25年，是有教育、科学、体育、文化的都会中心。目前学校共计300多个学士以及硕士的学位课程，那每年都吸引将近600位的学生、海外学生来就读。那莫斯科市立大学的外语学院，外语系成立于2006年，结合合并了罗曼语系、日耳曼语系，还有亚洲研究系。那亚洲研究系成立于2007年，那也积极的帮学生争取各项教育交流的机会，像是提供到中国、台湾、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交换学习的机会，积极与海外机构做国际的交流。好，那俄罗斯莫斯科市立大学外语系，外语学院中文系的教师人数大约是50多位，那学生人数500多位，那同时也拥有硕士班，目前有5位台湾老师在当地任教。好，接下来是国立台东大学。那国立台东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台湾台东师范学院，那逐步改制规划而发展的。那我们学校致力于培育自主学习、多元能力、适性发展的人才，并且配合地方的需求，我们期望能够成为支持绿色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绿色国际大学。那么我们目前总共有3个学院：人文学院、理工学院以及师范学院，17个系所、1个独立的研究所、1个硕士学位学程、2个学位学程跟原住民专班。全校的师生老师总共有202位，学生大约4000多位。好，那么国立台湾大学有华语文学系呢，主要以古典、现代华语文、文字、语言还有文化的部分作为核心的课程。我们积极培养对外华语教学人才，配合海内外的华语需求，那培育我们的学生未来能够成为经验丰富的华语文教师。那我们目前教师人数总共有9位，学士班加硕士班育大约200多位。好，以上是海外3所大学及国立台东大学的介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越南土隆木大学裴德英国际长为我们致辞。各位老师好，下午好。台东各位市长大家好。俄罗斯的大学的老师您好 ，Russia， 泰国的皇太后大学的老师们 ，Sawadee。今天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就是拜托台东大学的帮忙，让我们三个学校在这里见个面，同时为学生们建立一个桥梁为他们造成一个线上的华语吧，我们这边十分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这2年，大家也知道了，因为那个 COVID-19 的影响，可以说那个我们学校的对于国际的事宜，可以说是完全停顿，没有办法派学生到台湾去交流。所以呢，我本人对我的学生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对不起他们。可是幸会有台东大学的协助，在线上建立了这个专班给学生一个可以在家里合适也能享受到国际性的一个学习中文的好机会。
今天呢，代表土木大学向各位老师啊表示深刻的感谢，同时也希望以后我们三方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效果越来越好十分感谢大家我说到这为止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好困，是吧，西伯？谢谢裴国际长为我们致辞。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泰国皇太后大学汉学院院长，汉学院陈昌旭院长为我们致辞。陈院长，您的麦克风好像没有开，已经打开了啊。好的，现在能听到吧？能听到了哈啊，好的，赖副校长啊，副技工主任，然后越南土龙木大学国际长还有俄罗斯莫斯科这个市立大学国际长以及主任还有今天出席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们、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泰国皇太后大学陈昌旭然后今天算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我们这个有幸受到了这个台东大学的这个邀请，然后也同时给我们大学、给我们这汉学院提供了一个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华语教学的这个学习的平台那我实际就非常感谢这个台东大学的这个支持就像刚才这个土龙木大学国际长老师说的这个在这个疫情情况下呢，学生学习这个语言实际非常不容易，因为也失去了这个以母语者这个学习的这些机会，那今天台东大学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呢，就是也弥补了他们的部分，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希望这个疫情早日早日这个结束掉，然后让我们学生呢有机会这个亲自到台东大学来体验一下在母语者的环境下学习汉语的这种机会然后在此呢也顺便也就提醒一下同学们今天你们这个获得的这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是台东大学的师资团队们为我们这个付出的各方面，所以希望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尽量学好，尽量有好的表现有好的收获也希望我们后来以后在这个华语教学方面三所或者是四所，今天很高兴也认识了两所学校的这个老师们以后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种除了跟台东大学的还有我们之间的今天的四所大学的也有机会来做一些这种交流然后让我们之间的合作呢会越来越发展的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谢谢。感谢陈院长为我们致辞。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俄罗斯莫斯科市立大学巴兰尼科夫副校长为我们致辞。Now,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Branikov Kilyar, the Vice Principal of Moscow City University, to give us his welcome remarks. Dear colleagues, good morning. Let me just talk in English to keep us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context. So, dear colleagues,Dear participants, I'm happy to welcome you on that wonderful start. And I know that one of the best characteristics of any greeting is just consciousness and brevity. So I will do my best to talk small. So let me first express my real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wonderful partners, universities and organizations, and also students that have gathered today.It's a really great honor for us to be the part of that really significant collaboration. Moscow City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strong partnership, strong but very tender partnership with Taitung University. And I think that today's start seems to be a very important step in
making that partnership even more close and intense. So also, it's a real joy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meeting with the colleagues from Vietnam and Thailan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together all today. And MCU have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programs in Chinese, Korean, Japanese, and Tamil languages, and such bachelor and master programs are very popular in Russia, and also have just a big number of programs for academic mobility for our foreign students. And all that keeps our strategic mission, the goal of university. That strategic mission, that main goal of the MCU is to be a really global university, just to create programs and researches that help people in Moscow and Russia to be part of global context. And it also to include different foreign partners and projects in Moscow reality. And it is especially hard task just in a COVID epoch. So that's why I think that today's program, that today's start seems to be sort of real world breaker. It lets us to just learn together despite of any pandemics, country borders, time borders, because I should say that in Russia it's just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at union, I think, is one just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we keep over that program. And I hope that the course will be really inspiring for all participants, and it turns us to be the first step for different collaborations and program researches that we can hold all together. So I wish all of us good luck and good health, and so have a good journey in that course. Thank you, Balanico, the right principal.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俄罗斯莫斯科市立大学中文系韩斌主任致辞。各位同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和你们开始合作。我们大学的中文系建立于2007年，然后疫情以前，我们每年派遣70多个学生去参加各种留学种类，去台湾也是，去中国大陆也是。但是疫情开始以后，这种合作都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很高兴每一个学校开始另一些合作，是各种会议，各种线上合作等等，所以我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初步，但我们的合作会接下来。好的，谢谢大家。好，谢谢韩主任为我们致辞，介绍台东大学工作团队。接下来，让我们请台东大学华语中心苏兆明副主任介绍台东大学工作团队。好，谢谢，在这儿啊，为各位长官、老师啊，还有师长以及在线上的远方的同学们，介绍我们这边台东大学的工作团队。好，下一页。这边呢是我们在4个学校之间的彼此联系以及联系课程上头的相关的一些工作。主要是以我们台东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还有我自己苏兆明，那我们中心的助理尤新宇尤老师，在我们联系上头呢，有越南端的助理以及泰国端的一些助理就是我们在联系过程里面比较要需要母语人士的一些沟通，还有我们在泰国的主要的联络人有陈世芳荣老师和楚燕和老师。那在台湾这边呢，相对的对口就是我们台湾端的助理有负责泰国的陈品璇陈老师。那个镜头要，我们准备镜头唱到名的时候，我们会停个2秒钟照一下第二个呢是越南端的是洪启祥洪老师，在那个地方。台湾端这边主要负责俄罗斯的是胡雅欣胡老师，是。观课教师包含我们的督导教师呢，越南这边有张和婷张老师，
泰国这边的督导教师有何楚燕何老师，以及俄罗斯的督导教师倪胜雅倪老师。我想这三位呢都在线上，我跟各位打个招呼。好，下一页呢是我们这边所安排的有关越南班的华语教师群。我目前安排18个班别，那总共有16位老师。有黄继祥黄老师、舒宏宇舒老师、吴佩玲吴老师，我都会停个两秒钟哦。莫仁豪莫老师，胡雅欣胡老师、谢富林谢老师、林瑞珍林老师在线上吧哦，王静文王老师、吴若珍吴老师、白静华白老师、李奇元李老师、陈云彤陈老师、陈芳瑜陈老师、蔡云轩蔡老师、谢家庭谢老师、周芳玉周老师，感谢这16位老师的支持与付出啊。接下来我们有3-4个月的互动合作。那接下来呢为各位介绍是泰国班的华语教师群，目前安排了16个班别，有12位老师负责。陈宇静陈老师、洪奇文洪老师、李佳佩李老师，这个可能在都在线上啊。齐佳敏齐老师、林佳轩林老师、李介荣李老师、吴若珍吴老师、林瑞珍林老师、陈云彤陈老师、陈芳宇陈老师、蔡云轩蔡老师，以及谢家庭谢老师。刚忘人应该口罩是不是拿下一秒钟哦。好，以上呢是12位我们在协助泰国班的部分。第三个主要的团队就是俄罗斯班俄罗斯班的华语教师群目前安排了8个班别，总共有13位老师来协同共同来执行这个教学的任务。首先是李奇元李老师、洪启祥洪老师、何婉佳何老师、吴远志吴老师、白静华白老师，还有黄继祥黄老师、周芳玉周老师、舒宏宇舒老师、吴佩玲吴老师、莫仁豪莫老师、齐佳敏齐老师、李佳佩李老师，以及胡雅欣胡老师。在团队里面我们有很多老师们都分别在各个团队里面相互支援，那也会共同备课共同开课，也会随时每周都会有每周的学习教学的记录以及课程上的讨论。以上感谢我们这边的团队30多位的老师来共同为这个活动一起努力，谢谢，感谢大家。谢谢舒副主任的介绍。接下来是课程说明的部分，那舒副主任其实刚才也讲了一些了，我就简单的稍微做简介。那么此次开设的远距华语课程，越南土龙木共计是18个班，那一班以一位老师带领3-6位的学生，那么开设共计78位学生参与。那在泰国皇太后大学，我们开设2种班别，绘画班7班以及 HSK 班9班，那总共也是78位学生参与。那这里也是一个班由一位老师带领3-6位学生。接下来是俄罗斯莫斯科市立大学，那我们开设的班别是绘画班8班，那学生人数共计97位。那我们这一个班级呢会让一个班有2位老师带领，那一个班级大概是12位到14位学生。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课程说明，期许透过这样的线上华语课程能够帮助到合作的学校的学生提升中文的口语以及听力的水平，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好，接下来是线上大合照时间。
好，请各位与会来宾以及线上来宾开启您的摄像头，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好，请大家打开您的摄像头。好，我们线上跟实体，我们拍一张大合照。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把摄像头打开。对，现场的我们看这个镜头。好，大家都打开了吗？可以了齁。好，我们准备拍照咯。好，大家看前面的镜头，那我们第一张一起比个耶。一二三。好，那我们第二张一起比个爱心。好，对着前面的镜头。一二三。好，那我们最后一张一起比个赞。好，一二三。好，谢谢老师，谢谢主任。好，那我们实体的部分，我们大家也来拍一张大合照。好，谢谢大家，李晨，非常感谢与会来宾以及线上来宾的参与，各校的教授、师长。2021越南、泰国、俄罗斯远距华语课程线上实验室正式结束，感谢各位嘉宾们的参与，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挥个手，挥个手。拜拜，谢谢谢谢 ，Thank you。好，拜拜，谢谢大家。很坏。我真的假的？对啊，现在才52分。